在发生紧急情况时，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下穿着的，感谢您的配合，祝您旅途愉快。朋友们，我们的同温阁号游轮正在慢慢启动，祝您注意安全。带小孩的游客，请您一定要注意照看好您的小孩。上下楼梯时注意拉好扶手，请勿攀爬，请勿在车上吸烟。感谢您的配合。各位来宾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今天的讲解员小布。非常欢迎大家乘坐腾温阁后游轮，欣赏南昌璀璨夺目的东方画卷。我们南昌28公里通风带、362栋高层建筑，已成为中外游客来我们南昌必观看的一个景点。现在呢，在我们游轮左边这一片，就是我们腾温阁的果园。也就是我们腾温阁的二期花园，现已正式对外开放，是我们南昌市民晚上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